如果没有周深和沙溢，跑男是一点都不好看了。还是让我来给老头做个脚步声。吴老虎快乐，电视有啥好看的？我也来凑热闹。昨晚睡得比较晚，结果今天醒来已经快11点。扬州今天30度，实在是没有勇气出门。在家吃吃喝喝多舒服，我才哥可以24小时贴身陪伴。今天中午给他们药浴，就用一次性浴巾，省得互相传染。一瓶药浴已经用完，再开一瓶。走出来只看到美丽，发财肯定又在院子里。要回来啦！美丽出来，快出来！谁先洗澡？哎，怎么又进去了？谁先洗澡？美丽，你先洗好吗？美丽，走了。美丽来，美丽来，快点来。好，发财出去。好，有发财尿了，出去。你跟娘一起打，跟着美丽就出去。美丽来，你来啦？啊？妈妈给你洗澡澡啊，你先洗也好的，好吗？你洗完再给美丽洗啊。好了，二筒美丽，轮到你了啊，二筒美丽。哎呦，很配合的。妈妈把里面毛弄一下啊。给美丽洗澡，最辛苦的就是吹风。终于洗完吹完，院子里晒完太阳，一顿折腾，美丽想睡觉了。不要过来，美丽她很烦的啊，对吧？三楼的狗又不停的在叫，叫啊！别人叫我们不一定要叫的，知道吧？我们不需要跟别人一样的，人家狗狗叫关我们什么事情了？我们就可以不要叫，知道吗？要像现在一样不要叫啊！哎，很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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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很可爱。这个女的在干什么啦？她要翻过来，我不给她翻。今天晚餐牛里脊、鸡胸肉、油麦菜。美丽，发财。早上狗粮一口没动，我没有扔，还在碗里。我发现欧恩贝的狗粮，美丽一口都不愿意吃，打算还是换回艾肯拿的鸭肉梨。马上618了，你多囤点冻干。就是，买狗粮浪费钱。今天到货了5斤牛里脊，27号李老头的直播室有冻干，到时候买一点。怎么是买一点？一点怎么够？是买个集装箱，我在长身体呢。美丽肉吃完了，又在吐狗粮，现在连黄瓜都不吃了。我吃好了，7分饱就行。